当中一定爱看一出公益纪录片，为虾米未用咧食因关爱市民，改善风声。中国第一部大型生活实用公益纪录片《山西小院》，治病救人，功大于法。中国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，北京讲法师。 香港佛道教育协会共同出品，名声传遍海内外一代高精大德健康老法师慈悲印证，我真受感动。一定爱看，我看到即十八篇诶功德，比印造所提倡的这三宝主一个加好，非常契合现代人诶根基。 万星大众，赶紧教我，该当做功课来学习。你是必修的功课，主要的功课。两套公益节目，庄严精美，震撼人心。欢迎流通，大量的流通，该送予上街需要的人。 我苏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日中昼，这所在播放了《山西酒宴》的公调。 总共呢，伊就六片，今他啲呢，只放两片。报道：伫山西最近这发生嘅一寡代志，就是用用经念佛嘅方法，医好了真多。 疑然杂症，最年轻的只有几岁啊，小朋友，到九十岁老人，大家感觉到这是真不可思议的一件大事。为什么呢？免好医生看，免吃药啊，用粘糊的方法，会当将病粘好。 这个节目的制作人，是一个真少年。听讲下苦这一年，伊看到这个记者非常感动。虽然下苦无偌久，伊伫北京甲咱一关老同少，拢真实悉，常常斗阵，就探听到。 我系小心，希望我、这个职业能完呢。讲几句话，因第一次是做了六千片，六千片真紧，浓妆拢妆是结缘，因是买卖啊，就送完了。现在要做第二批。 希望将我下一篇文章呢，诶，当地放在喺公家对面，所以我就想利用这时间，给诸位做一个介绍。对，我是真学富，真受用。在山西小叶代志，完礼。 就是心现色变，这一定要怎样？好在华严经上格人讲，无量万物是对都未来，唯心所现，唯色所变。心是真心，色是什面呢？梦想分别执着。 就是咱今仔日讲嘅念头，心现发界，是发界已经庄严心现。为什么有咁多差别？是变嘅呀？就是个人嘅念头是别异个别，但系斗底呢念头是共一，共一。 所感，这道理啊，未人唔知呀。感应念佛上根呢，从变以好，这是这属实啦。我看这个碟片也冇看完，我只看三遍。 拢是即系病人，家己靠术，因效果，连嗰个时间，也唔是真长，竟然即病无咯，而且伊未过再犯，即是非常难得啦。伊毋是即暂时，伊未过再犯，两三年啦，拢无过还嘅，咁应咧。 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上生。啊。每天念经、念佛，心像佛，像经，就像菩萨。最近所读的啊，静心品，静心品一、这个开端，文殊菩萨。 有一句最重要的开示：六祖菩萨先用其心，这些一切妙性功德啊，性是殊胜，妙是美妙。像伊即种病呢，真多得了癌症啊，医生啊都拢放弃治疗，讲伊诶寿命只有三个月。 你念佛念经呢，就从这边念好了，过去检查就无了，你尴尬了，呃，不可思议代志啊！这是这是什么呢？这性命功德，书生微妙啊！这是真正唔是假啊！这人是来做证的，噶黑佛的人做证明啊，一点都唔假啊！这是什么道理、啊？ 就是互相讲啊，伊切话重心重心，心仙啊，念仙行仙啊，这人拢总是假当素啊无过杀生啊，无过食肉，所以我叫你书行的感应呢，最性妙的心上上佛上菩萨。 不是信蝶啊，这一定阿蛮啊！菩萨修蝶啊，那在刚西那边上讲啊，或者做啊，菩萨也做啊，不是都信教啊，信故叫满蝶满灵，修蝶啊，所谓八门四千法门啊。 无论关门是修德啊，你打工你想这圣德啊修德，这是最殊胜的思想，这是护菩萨思想，所以心上是干嘛？一现象变好了，这是因，感应就到啊。 心想爱，心想感恩。咱伫诶日本刚本性朴素，注意试验内面得到科学诶证明，用科学诶方法来做实验，来做证明，就不会注意。我心肝内充满着爱心对伊。 我介意你，我爱你。这水意结晶呢，从啲虾米物件下面来看，是上界美好嘅一结晶。这多案啊，那有啊。可是今他啲，准备的时间无充分，无会当讲，介伊伫电视内面放出来，互大家来看，非常的水啊。如果咱的恶念呢？ 我讨厌你，我恨你。迄、那个反应的图案呢、啊，就非常歹看。注意啊！注意怎、啊、样？你、啊、是空物，已经是动物啦、啊，已经不是植物，是空物啦、啊。对这实验内面呢，咱就真清楚明白。 一切万物呢，是心现色变。这心就是性啊，就是真如本性。在佛教内面，甲人讲自性。那每一个人的自性就是本性。本性啊，具有见闻觉知。本性具足了色声香味，这是不生不变。 既然一切万法是心现色变的，水是心现色变，水当年有见闻的格子，所以你写字可以看，也能看；你讲话可以听，也听，你也听唔得，也得人的意思。所以对外面的境界有反应，有什咩色、声、香味的反应。 但是今仔日你科学只会当从色相看着，香香味也无办法测验到，所以我甲冈本博士见面时阵我就甲伊讲，遐有香香味，你啊继续努力啊，会当将香香味骨测出来，也就高明啊。各门各地已经测验出来咯，伊确实会看。 水是安尼，每一桩事物拢总拢是安尼生啊！你讲即个庄啊、厝下、泥沙，无一项不固着，见门隔地啊，无一项不固着，色香香味啊！我倒转来看咱呢，咱家己诶身体，每一隻细胞，甚至每一隻毛发，拢总拢固着，见门隔地。 色香味，最完整、赶快。咱起一个善念啊，咱咱全身的细胞啊，拢非常的美，拢非常完善，身体就健康咯。你想常去恶念嘛，啊，你就真害咯，你的身体就真差。为什么？你全身的细胞拢变坏去咯？全身的魔法也变坏咯。 你哪会讲未破病呢？你难问的什么道理？这感应遮么好，就是这道理。你的念头先，你的心先，你的行为先，你思想先，言行先，将你规个身体病毒咧，拢总拢化解了，拢总拢恢复到正常，这这就是最健康呀。 原理都是安尼啊，并不奇怪啊。对，即个科学实验得到了真正证明。现在有这么多人家己咧实验，咱对伊的身体看到了，所以身体健康是唔是需要补咧？无啊，补拢有副作用啊，绝对毋通食。 最先的心就是最先的补品啦，无上补品，无比这个更较好诶、啊，一点啊副作用都唔用无。所以你身体永远健康，永远长寿，未衰老，迎接用这来养生啊！你讲多少年自然啦，多少年方便呢？ 江本破师今年那就是大概六十啦七岁是，整年啊，我个居民六十五岁，两年咯，应该六十七岁。诶、欸，身体啊不如我，卡老丁啊，啊比我较老真多。所以，阮一个居民伊就问我讲法师啊，你是安怎保养啊？ 我讲真简单啦、啊，就是你迄个实验的结论啦、啊，我就用即个保养啊。实验的结论是什？物？爱啊，感恩。我讲我做够咯，你无做够啊？你说你实验出来，你无做够啊？我讲我生活的感恩的世界，生活的这个爱的世界，何花讲主逼？世间人讲爱。 无法，为什么叫慈悲？无必叫爱，爱内都有感情，也是有垃圾掺伫内底，无清气。慈悲内底是智慧啊，无感情啊。慈悲是无带感情的啊无垃圾的迄个爱，那叫慈悲。所以大慈悲心，感恩的心。 身体安怎袂好呢？我诶身体袂好，也你即时间就不灵咯。就是即道理啊，所以有啦毛病，你要真正知影即道理，你就会向家己来调理，无需要去找医生啊，也无需要任何药物。你相信我，清单就好，我奉劝诸位。 现在肉是袂用食，现在肉拢有病毒啊，严重的病毒，迄是最无健康诶饮食啊，啦。不食，现在素食也比袂着较早素食遐尔健康，为什物呢？素食菜来队有化肥，有农药，米来队。 我听讲有参过小粉，诶、哎，米看起真水啊，用经过即化学加工，当然上好方法是家己种菜。诶、哎、诶，伫、哎哎、香港咧，诶、哎、诶，即问题就严重咯。诶、哎，一摆咧，诶、哎，咱伫澳洲即个韩馆长王生九周年纪念。 香港嘅动手，其实袂少啊。我拢请伊去阮山顶，我带迄个大菜园去看卖。你看我带嘅环境啊，我带迄个环境。那香港土地安怎算法呢？二十八、这个英亩，一个英亩四万英尺。 欸、一百外万英钞，一百万英钞，阮们这两间厝啊，十个房间，四个大厅，遐尼大的，这个一范围，我买时阵大概合美金六十外万，伫香港呢，大概这当买着一赚尔了，我伫迄边买遐大。 一大土地，阮就做大菜园。你看，阮种的遐菜，一摆去参加阮这个会，将近一千人。蔬菜拢是家己种的，平常阮这个菜啊，会使供用三百个人。恁去了，菜园大丰收啊真！真正是，个讲用不可思议大丰收。所以恁底下迄几公啊，嗯，即个。 菜园的菜会使供养大家啊！家己种菜无化肥，无农药。而且阮即个菜园啊，是放福荷，放福荷。菜啊，拢听福荷诶即声音。你讲即个敢是敢用呢？就甲根本性对迄个水诶清洁共款。阮用福荷来互伊听，所以菜就生个特别好。 啊，这气候也配合，真正是风调雨顺啊！大家这善心，一种华人的善心、善意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所以爱甲感恩，天就是性典。咱嘅心呢，想爱，就感恩。 这是修德，性德跟修德相应啊。这现象伊就现前喽。如果心想三毒，现在这社会人太多了，想什么贪嗔痴啊？贪嗔痴，心想这物件呢，麻烦就大了。反映现象是上歹啊，而且是极度祸害啊。 这就是对实验上来看啦，最实验结晶里面看出来，心不先啊？你对台个水反应非常歹看。如果讲是大多数人众多人而不先，现在这社会就是安尼啊，都是无贪心嘛、啊。 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，还胡个贪古法？你讲有害啊？无害啊？贪古法不赢你啊？为什么呢？我是叫你从贪心换掉，换做爱心啊。不是叫你换对象啊？我并明你用不贪了，我现在贪古快了，你贪心也低啊？ 谈心，诶，结情也是无好啊。伊毋是讲对象，对象换了就好咯，唔一定。所以爱换心啊，诶，这重要啊。所以如果这心性不善啊，干掉诶，就是咱今仔日这地球。现在地球出了问题。 非常严重。前几日我看了个报告啊，水资源缺乏，全球的淡水啊，伊枯出了五百条大河。世界上出名的大河，就中国的黄河、中间有一半现在欠水，河都要打起了。有工业污染。 有真济水袂使食，有毒啊！有毒，而且袂当做这灌溉来用啊！啊，这才是麻烦咯。人口不断的上升，你增加，啉水而即资源一天一天减少，即款代志将来人会打死咯，会枵死咯。所以咱一定要珍惜用水啊！ 绝对，毋通浪费用水，饮食拢爱珍惜啊，毋通去浪费啊。著平常咱家己养成好习惯。伫即时代的，就是工业所干，就未当伫个工业，未要紧。人那死事，毋通忌讳死亡，死了以后有好所在去啊，那就好咯。 死了以后，袂使对三多，啊，就错了。所以，咱要有心理上的准备，咱要去救世界，至少咱也要去天堂，咱袂使对三老多啊。不对三老多，贪嗔痴慢一定要来断掉。平常无论对什物款的人，先学卖受气。 来发脾气，为什么呢？生气，规身躯诶细胞拢变成真歹看，即是啥人伤害啊！别人未必伤害，但心家己受着大害啊！你全身细胞变成毋好，那内面就充满毒素啊！外面若是有细菌感染，你就真容易得病啊！如果你身体真健康， 外面细菌啊，无容易感染。祖比会当解毒，用祖比心来解毒比什么都较好。所以一定爱信啊，知影这道理。这根本朴素最自然。咱、嗯、有一个公爹，这两天啊，给帮大家看卖。 啊！你看的善念甲恶念差别太大咯，所以咱爱学即个伫日常生活当中，虾米拢看会惯，毋通去计较，一好迄歹，结果最后是害着家己，无害别人，害家己。虾米拢好，逐项拢好，其实真正知影自爱啊？家己爱护家己，身心健康。 中对人就讲重要，香港主要怎样？生意太大啊。你看都一条街路无海鲜馆，拢是食蛙呀，而就不对啊。咱逐工伫遮得念佛上经，仲只屋业甲冲担。 伊迄边是恶啊，咱即边是善啊。善恶两个就是冲淡，总之，恶业的业根嘛，会降低啊。确实有这作用。咱你一念善心，千万毋通你这小善，一念善心就变佛界啊，一、這个恶念。 也是周变发界啊！现在科学只怎样破？现在普通的世界啊，大家拢讲这个普通，讲钢破、电子破，都一款一破拢比未着思想破。就是咱起心动念啊。起心动念这破、个、是刹那之间周变发界。 电磁波甲光谱速度无遐尼紧，一秒钟才三十万公里。咱念头一个气就周遍覆盖，这就是宇宙之间最强的频率啦、啊，频率啦、啊。咱起心动念，所有一切万物拢有感应。 无论是恒棍，未讲棍诶，即个感应较强，恒诶感应较弱，还是物理上诶破有即个现象，心理诶破无即个现象。你、啊、熟悉了、啊，拢会清楚，拢会明了，就是。 未使讲，咱即个善良无好处，即、這个恶念也不要紧，啊，你就想错了，你完全未了解事实真相。任何个念头，拢是周变发界，超越了时间，超越空间。所以大众的不先是雄业，不先啊，这個、世界就变成。 有鬼、铁仙、地甲、三朵地甲、屋上现钱了、啊，三朵屋上就在眼前了、啊。你细心去观察，现在有真多人进入两圈真正有人进去铁仙，有人进入五鬼，有人进去地 所以你细心观察，你就看到真可怕现象在眼前。这种祸害呢，非常罪，社会上真多真多，有人做不善的这种行业，在一档啊。 香港也捌发生真侪即款代志，所以逐家麻痹咯，毋知感觉。咱即个协会成立无偌久诶时阵，伫迄时阵有一个京界演员叫史苏，伫迄时阵。 也是，咱这协会内面的，诶、欸、董事，以后伊离开了，伊卡讲，因伫咧拍即个鸦片时阵呐，确实看到鬼道众生，地下道众生接触着。 讲伊即班的同事啊，半夜去拍夜景，拍完后了后咧，放到地下有只小船针来无点哪伫咧卖物件食，大家斗阵去食物件，到个第二天啊，一个一个拢感觉不多去啊，图出来拢是一寡歹物件。 假败味呀、啊？安怎呢？那食个安尼死呢？搁开车去切啊？什么也无啊？碰地！这阵啊，且都得贵呀！我讲信用呢，咱提钱要找钱啊，我提出来看是抓钱啊。这是真的，一点无假。有即种代志，因认识个人。 也就是母女两个人，真爱食海鲜，食蛙，大刚讲食蛙，欲、啊、死是即阵就咱摸起咁款，无偌久咧，家己也死咯，也现在上，这拢是伫香港本地发生代志，真多啊。 以后这个报告啊，落一捆落上大，咱甲切出来咧，也使放互逐个看卖。伊讲诶拢是几年前，几年前啊，亲身拄着代志。那现在怎样？从业所感嘛，微心所现啊。 大家心中善了，拢无恶念，这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。极乐噶咱间个世界，有什么差别，一点差别都无，就那水结晶咁款。像你好激进甲真歹款激进，伫水底亦无差别。是咱众生的业感嘛？咱大这所在人心中善，这个、世界无一项不善。 真正是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诶，变成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人心善啊，无一恶念，只上善人聚会一处啊。所以咱心若不善，连佛也未当往生，迄、那个所在是无欢迎你啊，未当互人去甲。 伊诶主牛缭乱了，这一决定未接受呀？咱诶先呢？甲伊诶先呐？这频率达到共款自然就会去咯。这还对，绝对无迷信啦。阿弥陀佛，叫做世间菩萨诶频率，咱诶频率达到伊诶频率，共款自然。主连 即系感应度高，到这时阵，你就会常常看到极乐世界，你就会常常看到即系诸佛菩萨。既然咱看未到，频率无共款，呢。咱像咱看电视，就看广播，频率，频都无共款啊，所以你收未到，你频都提升啊，甲伊共款的时阵，你就收会到，你就常常看到。 所以怎样，这个这原、个、理原则，噶不属于感应啊，你就会感觉奇怪啊。你就怎样，这是正常的代志嘛，这一点都无奇怪啊。有道理啊，因是迷信啊，坚定的、清净的信心。 自然成就一切善法。这寺院内面有这款不输业，这高、個、伯啊，无别项原因啊。因个心清净，因个心天成，尤其是生活伫遐地区啊。那现在一般讲地区啊，比较比较落后，落后有落后好处啊。 为什么人嘅心地淳厚，也真老实。到底即系开发嘅大多些人，人心不定啊，就感觉暗恶作人想。六军接触境界啊，拢是充满着诱惑，不如即系真卡人。真卡人虽然生活较清苦，诶、欸，即善意啊。 比咱啊，较教啊，从来古布无敢款，带你这花花世界，都教三多去咯。因无定着让人保持人天两道，因爱咁款呢？呃，所以这小一这人诶，依然杂精啊？为什么上京念佛？ 会当得到这款的无数个感应啊，道理就是伫遮，这一点啊都无奇怪。这改变这个功德也真难得，这是，规个这少年人去访问、這個，甲伊这传播出来。 可能大家对这仰着顶面看到，怎样有这样做代志？注意，如果有假期，你去中国去旅游，就会当去山西去做一班访问。亲身听讲，这是故事。 亲身去接触，了解这种这种效果，上经念佛的效果，京东你的信心嘛，断除你嘅疑惑，大乘教内面上讲，以是破散。 最大的障碍，你对怀疑，你是位就得袂着感应，所以，确确实实，伊这话将心向生啊。医生甲病人医病，早年我伫美国嘅时阵，即大概总是有二十外年前。 我住伫达拉斯，有一摆感冒，同事介绍我去看医生，这医生是中国人，在美国开业。听讲伊现在也无伫治咯，已经去咯。我迄时阵就甲伊讲，我讲医生甲病人，病人咧，最重要诶还有盐啊，你同意？ 伊讲确实，爱有缘，缘是虾米呢？病人信任医生，对伊无怀疑，相信你，你医生也相信，确实会当将这个病人医好。彼此互相有信心，这就有感应咯。呀，伊迄个药就产生效果。如果 病人对这医生怀疑，不相信呢。伊那更加高明医术，能未当医个病。我讲最后结论，病是上医好，信心医好呀。已经同意我嘅看法，想看是有道理啊。信心啊，医好了病。 看、啊、医生呢，你相信迄、那个医生，迄、那個、医生就对你有效；毋相信，搁较高明，对你无效。所以医好病，就、欸、唔是毋是医生，是你家己的信心在爱知影。共款即个道理，世出世间一切法诶，成就拢在信心。我见经常讲啊。 心为道源功德母啊，供养一切诸善君。世间人做恶事也有信心，伊若无信心，伊代志也做袂成功。无论善甲恶啊，拢是伫信心决定。所以那位大师。 你若跟妖怪里面甲咱讲新原型，正讲了六条，头一条就是信主，家己无信心，佛菩萨对你就无可奈何。头一个啊是家己固着信心，第二只信他，迄、那个他就是信，本主世界莫离婚。 伊甲人介绍诶，一定无错。二个信阿弥大佛，这是信他。然后下面是信苏、信李、信殷、信顾，孤注即六弟啊，祝他李叔英顾，这六弟拢总是无二气。 完全相信信愿行信这理啊，就有咯。所以亲信切愿就会往生啊！你老人你讲你往生，决定是在信愿之有无，只要有信愿，你就肯定往生，品位关家啊，决定在。 功夫诶千金，你过诶功夫，功夫千金和两个事真正的放下。这功夫千金里面放下偌多，迄就是千金诶标准。真正信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一啲往心就伫大自在。 这叫做自在妄心啊！就什么时阵走，就什么时阵走。给大几年啊，也不妨碍生死自在、啊。为什么要多主诸主？主有一个理由啊，多主,主是介这个世界，要有一群众生无缘，无缘爱帮助伊，伊也是听你的，也是接受。 这是有缘众生，虽然家己往生成就了，你还没让去，你还帮助别人。到无缘的时阵啊，就会当去啊。无缘就会当接受的隆中隆的倒落，也有一关人未当接受的，那就会失去啊。 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做些世间功德，毋是家己嘅意思啊，也毋是伊嘅业报，而是个众生有无缘报。哎呀，就是有缘就有干，佛菩萨就应啊，感应到高啊，咁爱断咯。 因就无咯，珠莲就消失了。这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同类啊。咱念佛人念到功夫成片，什么叫功夫成片？心关来。 修符合，都阿弥陀佛以外，虾米事拢无，全拢放下咯，叫了哪这叫成片啦。那要这单代志无放下，无成片。我会记得伫江西那边也较注意报告嘅，有一年过年，我伫台湾丁美图书馆。 有一位老技师，过年时阵来拜年打工，我输我什么都放下，就孙啊放不下。我就该伊讲，你将的孙换罪阿弥陀佛，你成功了。伊心内真正有孙呐、啊。 安弥陀好摆的基础啊，这为因力啊，所以一是无放下。你看放下偌困难啊，最困难是亲情。你若毋经毋经放下咧，你就是障碍啊，你就无办法往生。 真正感悟，真正明白了，你要爱的孙将世界放下，到极乐世界去，你才会当真正照顾到伊。你若未当去极乐世界，你会爱伊，你从来拢无办法帮助伊啊。所以爱感悟爱明白，小爱算清楚啊。 算错了，两方面，两两方面都吃亏啊！彼此都遭受重大损害啊！有这個理由呢？事实真相，那就明白了。化妆世界，进入世界，是清醒、先念所感嘛？ 要咱念佛就要注意了，甲诸性相应的善念，诸性安怎相应呢？你梦想分别执着就相应，如果也有梦想分别执着，甲诸性未相应，跟色相应。 是毋是往升，也是当往升；繁星同是环升当吉土，是方便又土，袂当个向上去了。如果下当将梦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决定是西步中年土。你系编委官，经常上,上讲嘅。 花开见佛，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。无像观景中所讲的，凡心当泥土，下下片往心，到极乐世界十二劫才花开见佛，在遐久的时间啊，这十二劫，拢毋是讲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无时间。 时间、空间拢超越了，讲咱这个世间，咱这世间的时间在叠加，系拢真长啊！为什么无得伫遮修呢？哇，平常讲呀，讲啊真清楚，有一切话拢未接道。 但是要有分别，决定性反省当基础。如果功夫好的各位，就会以先教方便右托。如果连分别呀、啊，段落有一切法不分别。 真正教什么拢好，是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就是无人受惊顶面加咱这个完结。清净平等觉，往生随风极乐世界当年是主宰往生。 是是布种染这个修行呢，甲禅宗的大铁大悟、人心见性、跟高下大开完解是并定的，但是正宗正宗的方法修性坠了呀，宗门教哈 拢不容易啊！脱从土中方便啊，容易太多。只要你轻放下，真正、啊、先头大书加难了，满、啊、修满难骑啊。书托三杯九品，总在无言不动。 咱今仔日拄着个言非常舒心啊！提供提供即道场，真正修行道场啊！即道场无经常服侍，无发慧，就是听经、诵经、念佛。即道场有一寡人，无病习去真多。 钦差言顾之间，有为未得罪你，你未当忍受，歪头就走，下摆未过来来哦。向来故事，你家己啊，别人无故事了。你家己印、啊、象太重，你无哭步啊，你也是好多，无跟我，真正跟我。 这赌场人按怎欺负我？故意甲我为难，甲我作秀。这内底有刀，我什么拢收。我也未离开。我会记得北甲做共家，我记记得台中甲李老师十年，日子无好收啊？为什么不走咧？走咧就无所在学啊？为着要学刀，什么拢爱收。 老师无管我走啊，你用什么方法管我，我都未走。咱即系有个成功啊，能力嘛。所以学佛头一个爱学什么，忍辱菩提，你袂当忍拗成就啊。 你学会了后，欺负你诶人，甲你最熟的遐人，你拢会感激伊啊，没恨伊啊。为什么咧？伊互我领略波罗蜜修成功咯。如果无因咧，我会领略波罗蜜未到修，你会通成就啊。布施就是放下，放下家己诶烦恼时去世界就是修规矩。 是修法，咱才成功啊！这款呢制造厂，这几个人这麻烦无所谓啊，所以顺一点就好了。伊不无甲他赶走嘞。知影，这个道理的人，冇这个卫星照诶，嗯知影。 真任性，小小挫折拢未当忍受，稍不忍则乱大磨，你爱想成就呢？这爱怎样？老师就要较早少年的时阵呢，他心灵部分的看掉啦。老师欲成就迄个人，是用种种方法则折爱。 到最后，将发团可以啊！这大家才知影，伊看介意这人，就是介意受侵略、暴露面，伊袂当忍就散去了，就放弃了。伊会当坚持忍到底，这人是发起啊，一波团可以啊！系真正是有智慧、有信用方便。 华连人啊，韩关长当年在世啊，恁无定会有人见过伊啊。有真侪人甲我讲，这人真歹相处。你为什么要去这所在？我就甲伊讲，我愿意甲天下最难处诶人相处啊，然后天下人我拢会当相处。 如果你若袂当相处了，我头就走啊！天下难做诶，人啊，太侪咯。你要去倒去找这伊，严寒的书生啊，找无啊。所以，一境我连难将咱诶烦恼失去，清灰，巩固巩固，我们我个清清气气啊。 纯敬不兴谈爱，也敬不行亲辉。啊！那谈亲戚就伫这所在断掉，断贪亲戚不在人事环境内底去磨练，永远断未去。啊！断未去哎，就是大障碍。你这爱怎样？三多地家呢，拢是为业之行 无先念头的感应，这内面无迷信，诸法实相如是啊！我最近所讲的诸法实相，就伫咱面前啊！你一定爱认识，你袂用易，袂易，唔通从这个虚性嘅言。 轻易失去啊，那就真正叫做太可笑了。啊，会记了，恶人，伊是来帮助咱断烦恼，来挖我失去。仙人爱小心啊，袂当因为以仙啊当中生了贪爱啊，就完了。所以仙人比恶人啊，互人对路也更较厉害。拢爱注意着啊！ 两平等毋通话，保持家己诶清净平定觉，啊你就成功了。即、啊这个香港，即、这个所在，尤其咱即道场，咱知影、啊、现在社会上灾难真多啊！希望大家人愈做愈好啊，共同伫遮念佛，伫遮上经，从即个回向好全国，回向好全世界。 化解灾难，毋通你嚟讲，即是小事。你啊，知影心理破迄个东西啊，你则知影，就、這個、真不可思议诶力量啊！所以，家己身心健康，就是家己诶利益。大众会当帮助，即个地区，即、這个世界减轻灾难啊！真正是。 苏行花塔高无量功德啊！希望你当下认真去做，你嗱都条麻烦的时准呢来策划，能去找别人。嗯、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下面、嗯、问题是从广东西的提问。 真侪同修看过《山西修院》以后，发现持诵《地藏经》，但是无论诵什么经咒，甚至念佛，拢会有读音，是毋是正确诶？困扰？敬请开始。 山西小雨啊，是最近发生的代志。会使讲是近代的感应篇，就是咱当前近代的感应篇。比咱一般读个人的感应篇，更较有说服力。 大家看到真正受到伊个感动啊！这就是神迹灵，神迹灵，你唔信伊就无咯。古早时阵的感应片也真好啊！你看了后，迄属较早，毋是现在，未必是真的、啊。现在看到即个啊，现在人拢伫啊，你去山西去访问拢会当看到因，这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 所以有人就发心要去念地藏经，无量受经也毋念咯、哦。这叫什么呢？见异思迁呐、啊。山西小院，这几片宫殿，我拢有看家，我全部拢改看完了。那面那像有一个，抑是两个念无量寿经。 也有效啊！这就说明，只要诚心积念，什么经就拢有效，拢有效。两地藏经、地藏经，而且万亲祭祖的感应啊，有特别的缘分，鬼神啊欢喜地藏经。 欢喜到京，视频阅读经。那过去的新加坡就出了这代志，但光别老技术的完全在主，负债也不等就东手。哎，你信什么啊？啊、哦，躲躲米旋，躲米旋诶真相。 要求听经，伊甲咱做证明。伊讲老技师真正往生了世界，因看着真欢喜。每个再播怨咯。完全这首每个在播完了，看到往生，咱真幸善，也得得到、這个真真大嘅启示。所以也想要学会要皈依，咱家己做三皈依。要求听经呢？ 哎，恁恁即个钢灯定定钢经啊，哎哎点不长，哎哎讲钢灯光太大咯，袂当忍受啊。以后啊，咱就安排第再啊，再长用电视啊。哇，去听什么？啊，就知名啊，地藏经啊，十善业道经。因第第第二个。 这个多啊，跟地藏菩萨的言就深了，是这意思啊。现在咱用这种的办法，你如果完成这组真椎，你不妨哦，这个酸菜小鱼，再用三个月，再用半年，有有够了。酸菜小鱼都没超过半年。 咱大讲上地藏经，噶冤清这主回向，这特别噶完亲这组了解、化解这个呀万分，家己真心忏悔，以后袂用得再做对不起众生的代志，对不起鬼神的代志。 你将你诶完整之主化解掉了，那过以后啊，你才恢复念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经，也是爱求生净土。如果未当去极乐世界，主要会记咧，永远无办法脱离六道轮回，那代志就麻烦咯。所以咱爱有。 有真大诶决心，今仔日咧，发福主要有一份五中枪技术救生净土诶发原文，后面为个简单介绍，这人就是听我讲经，伊受着真大诶感动，决定买救生净土。听讲即几年咧，诶、哎，在诶人真多。 伊家己讲过，讲过，伊无想受即个灾难，也无愿意看即个灾难。希望伫灾难也未发生之前，伊就会当去结了世界。所以，伊闭关，闭关三年，念佛，伊是只顾无讲话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讲听六点钟的。 无论受经，无论受经，总共听五遍，对头到尾听五遍，一句一句都无中断。两年，十个月，正规刚完成的有我的事迹，虽讲非常好，黑化以后有下力，有下力挥，我就应该跳出来，做一个塔来重用。 是伊发的心嘛，是河南杨福林做己喜欢看即个三年是不是真正会当成就，果然成就。今仔日因老母也甲我拍一电话，非常欢喜。本来人电话讲伊诶老母若像会真伤心，伊无想讲因老母真欢喜，伊讲伊即个囡仔会多伊家己。 现在对梁父有信心了，好生做出榜样出来。我讲伊不但导伊老母，伊也导真侪人，所以这份物件呢，咱那个印出来，互大家来做参考。同时这篇物件呢，以这法文们，该藏伫咧网络来流传，互大家拢会当看到这，这是。 这是真的呀、啊，这才叫做真正的解决问题啊！如果你真正念到功夫成片，你是功夫成片，放心。念到功夫成片是唔是咧免去咧会用、啊？到这时阵就是心系如在啊，但是大部分的人也去啊。 未去是为什么毋嗯，未去是因为伊伫只世间也有缘，就是伊来方发干敬，肯人念佛，人相信伊啊。有即个缘，有这缘给带过人去啊，无这缘家己先去，去咧过来，生死自在啊，这個、问题就解决咯。 所以对这个世间，决定是无留恋。在这世间，无非是帮助一寡有缘的人，能信、能理解，真正去安的做，这一生决定成就。所以这你，这个道场的兴旺，你看古来的高德人，这道场，这禅定的人做呀。 开悟人多啊，正果人多啊，往心诶人多啊，即道场兴旺啊，毋是人多啊，人够卡多，拢无成就，这道场毋是兴旺诶，道场，兴旺道场爱有四种人，得先定诶，这是最低最低个即个等级。第二是开悟，第三是正果，最殊胜诶是王心，主要怎样？ 王星就做福咯，必须得开我正果时阵，关真啊！正果正阿罗汉，正一菩萨，那往星给入世界啊，你苏胜啊，未当必呀。所以往星是得苏胜。按照这往星你看人家这法官就知样无八行放下，这下被下下被啊啊,啊,啊就害咯，你就没当起了。 舌底红霞，心肝内毫无牵挂，就是一句呵呵。你看，伊破病，这两年伊嘛有破病的，破病的时阵一断食，这是护家和出家人方法。冇看医生也沒，也冇吃药啊，断食，一啉水，断食，慢慢调养伊。 助念就好了，利用这个方法真有效啊！所以你看伊的原文非常的坚定啊，只是一丝毫一息都拢无。红星一刚，红星整一刚，伊托梦好一个东西 甲伊讲，就是第二工，王清嘅时间伫五点进前，伫下晡五点进前。王清静诶时阵呢，阮拄好，伫咧江景，阮江景是四点半开始，伊要来香港来，来感谢，来感谢法师到这边来，然后就走咯。你看。 四点五十分就走了，五点进前，五滴水字，真正你是假四天啊，三西刚进前的代志啊。 而个山西小鱼如果念地藏经，我就提供注意。同学，就是三个月到半年，然后一定要专心求生净土。你哪会当相信呢？比如现在无量寿经念较真时，就连无量寿经唔要改变，咁款嘅有效，唔通怀疑啊？第啲问题呢？ 像听人讲，伫无讲司机，应该选择上持某一部警比较有感应。请问安尼是毋是？是毋是如发啦？呀如法呀不如法？安怎讲如发呢？对有信心无坚定诶人如发。 对信心坚定的人，不如何？信心坚定的人，一只布经，一句名号，两教对啊，绝对袂改变。如果你无这个信心，你破病要去找药师佛，小灾要去找地藏菩萨，是不是？哎哎哎哎哎，哎、欸欸欸欸欸、有如法啊，哎哎哎哎如法哎、啊、哎、啊啊啊 所以，这看家己的信心跟决心，所以大家看到山西小院啊，这有啦感动的，你也上帝藏经，我无反对。所以我跟恁讲，上帝藏经是化解这完成这组目标是安尼先啊。 你如果真有真有信心，阿弥陀佛，无量寿经也会当化解，你你就毋免过去找这個麻烦咯。如果无这個信心，啊你就也是用地藏经也你，也系用哩啊。六道轮回真苦，白苦消灭欢生，想要脱离病毒，只有念佛往生。一心做一个好人，天天不忘上经。 专心修炼净土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叉叉，切声一句佛号，上念，健康长寿，安宁，临中不受罪苦，专家感恩不停，永远脱离六道，不堕五鬼天身。